却白头又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，不求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已贪婪，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？傲战冰霜为九州，此剑一别就入喉。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桥头避开家天尽休。烽火狼烟风沙，横刀立马争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？傲战冰霜为九州，此剑一别就入喉。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。与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瞧这小眼神，杀气十足啊，可实力不行。小金龙，你还认得这个吗？我的大哥，就是我把你从龙墓里召唤出来的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们是同族啊。不，你们肯定是在骗我，我好不容易才醒过来，你们又想让我回到蛋里。是啊，赶紧回去吧，你这么大个蛋，够给小爷炒盘下酒菜了。你这个魔鬼！问心月，原来他刚才是故意激怒金龙大人，方便控制这股黑暗力量。小金龙有救了，没想到他有这么厉害的法宝。星界的散修果然都深藏不露。混蛋，你别想吃我！五只云居然能唤醒这么强的金龙，那他体内对应的荒灵火种岂不是更强？哼，再强的金龙也要有命带回去。不自量力。古泰，你们胆敢杀害同族？我杀了又怎样？他已经被黑暗星云污染了，就该死在这里。疾病风暴，走！小姐当心！黑暗星云的力量侵蚀太深，温馨玉没办法再进化了。先封锁这里，不能让黑暗星云蔓延出去。寒冰锁。居然能阻挡疾冰风暴，学姐姐也这么强，我们也出一份力。是，小菊，
还在抵抗黑暗力量。你小心，小姐。还敢伤害你，小兔崽子，我看你是欠揍。凤凰涅槃，小姐，你快看，佟大人竟然在和涅槃之火呼应。生命倒印，资质这么好的金龙，我们却没有办法带回去。不管资质高低，他都是我们的族人啊。资质高又怎么样，比不上好好活着。你这么好的女孩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心愿落空呢？这是轮回倒印，能逐渐消除内丹上的黑暗力量。只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活着，太好了。青龙大人，您可以跟我们回到天龙族了，真是谢天谢地啊。喂，谢天谢地干嘛？不该谢谢我吗？对。谢谢你，夜雨。内丹不能承受完整的轮回倒印，所以这上面的黑暗力量还没全部消除，暂时就不还给你了。你就先乖乖做一条普通小妖龙吧。小九，叶哥哥，这条小龙的生死簿真有意思。叶哥哥，这条小龙的内丹就放到我这里吧，未来会有人帮他取回的。给你可以，但你要给我剧透一下，在生死簿看到了什么。你过来。可以开启投影的人境界一定不低，夜雨还能和他这么亲近，绝不简单。你到底是谁？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就放你那里吧。夜雨。玄姐，怎么这不是天龙墓里的蛋吗？他一直不肯回去，这个蛋有他自己的想法。不可能，死而复生。让你失望了，朕没那么容易死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臭小子真的活过来了。小仙儿，给我弄个武魂。这武魂都是异兽所化，说给你就给你。不封魔不成活，这到底是什么武魂，力量竟然这么强悍。你的新武魂我很感兴趣。这就是武魂，有点意思。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，一起横渡星河，跨界一战。风沙几度春秋，
江山如画，蓦然红尘已是繁华，缘分几何等你回答。浪迹天涯对你牵挂怎放下，你心肝胆与